虽然说男追女隔重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不过 KC 和 Terry 就说自己很害羞，很少向女生表白，对520这个日子更是没有概念。我没有，因为我以为不要你，广东话的不要你是不是？我不要你，我以为是。那平常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大胆跟人家告白的人呢？我本身是比较内敛一点，很怕丑的。哦，是吗？所以就不会跟人家说我爱你。你有没有跟你太太说？你怎么说？我爱你哦。那你会不会？我是爱。喂，你，不好说，这个怕丑。